天降杀机，这什么东西？哎，这好像我没解锁过的东西耶，而且是紫色的。这什么？找一只敌人来试验一下。啊，哎，好像没有很强。哎，炮魔好大，这招是拿来干嘛的、啊？一排的直雷吗？再来拿这里的开刀一下。30点的伤害还蛮痛的。大招呢？大招呀，比喵，跟之前的石头感觉差不多。我发现雷这招很强哎，大招的时候直接在 BOSS 中间放下去，伤害很高。速速打完第一关 BOSS， 看来这一次还蛮有机会可以走到之前的臭臭泥哦。臭臭泥那边好难走，只要后来的关卡小心一点就好了。说是这样说了，但真的很难。然后我左边的部分呢、啊，已经升到分歧点了，但是这边都有诅咒。诅咒其实我觉得可能应该也还好哈。食种时恢复10的生命，怎么办呢？其实我觉得恢复生命也蛮好的，10%的伤害，拿这个好了。现在普攻不一定会那么常用。诅咒也不大想要拿，而且你看，我还有2次的充能，加上两个还蛮强的武器，一醒的塑料猴子是什么意思？不是这张哦，哦，它是 memo 哎、欸，三个灵魂是什么东西啊？哦，三个灵魂，好棒哦，可以回血 ，Oh my god！直接凑满欸啊！但我不大喜欢那个游戏的一个机制啊，就它损血的时候，它只能回复灰色的那一条，已经按掉的部分就不能回了，这压力很大。所以我现在的上限其实就是82，不是85。好强，这招真的很强。但其实也仅限蓄力攻击。哦，小心！这次我被他杀过，很危险。妈的，好可怕啊！好可怕！哟西，去吧。这一招好啊，还是一直线的攻击。虽然说魔会瞬间没有啊，但打长城的就很方便。嗯，现在比较缺的可能是架条吧。我架条拿到其实也没有什么用哎，顶多就是啊升级武器哦，升级武器应该会用到。没事的话用技能，不要用一般的攻击打，不然敌人可能会先打我一次。人质有没有什么东西？啊，闪电好想要，等一下回贴你的怒。受到攻击的时候哦，闪电好想要哦。拿咯，这很强哎。但诅咒会是什么？诅咒敌人的伤害加一。空曼的伤害是谁啊？空曼是第二只吗？他们会发射垃圾的弹头。这个好了。哑巴哑巴哑巴吧！啊，木奈哑巴奈。很危险的，我自然先离开远一点点。等一下，等一下，这很危险，这很危险，这很危险。去吧。等一下哦，很可怕。OK， 不想损到任何一滴血。大的，直接放大招。
有喜。Yes， 假条。才刚说缺假条而已。这是虫子诅咒吧？虫子诅咒是拿到之后也没有真的用。哇耶，阿布奈，阿布奈，有喜。好想要看到第三只王，所以我要加油。感觉会有机会，你不要那么粗心就好了。不管是工作还是游戏，你真的很粗心哦。哦，等一下，小心，各种危险。啊，不能啊，不能，妈的呀，哪里过来？你还在炮，好恶心！游戏又是一个新武器耶，无悔的匕首哦，这好像是我换的，放看看上面好了。它是什么样的攻击形式？哎，太短了吧，这个太短了吧？这个比较好吗？我来比较一下哦，伤害是5，但是4是什么意思啊？是填充次数，背刺，背刺的是指说它的背部攻击会有额外的效果吗？这有点难，我觉得还是先拿矛吗？但有毒的效果哎，让我使用看看好不好？嗯，好像垃圾一样，不要好了，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先换，先换，先用自己习惯的武器打，然后回血也没用了嘛，拿了一个黄色的。不用，这次拿了很多武器，但都不需要了。目前身上两个是用的最顺的。呀，可恶！被打到，好痛！叫不来，差点被摸到啊，好可怕！商店这边也不用东西啦，有那个啦，提升生命上限的。好吧，那就来补一下好了，希望会有。恢复100点的生命值不需要，最大生命值买了。OK OK OK， 不错哎。繁星点点烂，不要，被骗过了。猪猪吧，猪猪没有很好打，但如果能够有蓄力攻击的话，应该可以一次打死。也不能叫蓄力攻击，但应该愤怒值吧，愤怒草。蓄力的话是这个，这也用不大到。啊，等一下不能上去，一呆。去死！游戏虽然被稍微打到一下，但是划算的，可以请人质加一下能力值。获取生命反击，按照造成的伤害一定比例恢复生命值。嗯，有一点难，但我觉得这应该可以吧。获取生命，现在生命最缺了。阿布奈，而且我镰刀伤害怎么那么高啊？刚一发是40是不是啊？阿布奈，阿布奈哟，空中的话是40啊，因为我那个啦，现在有攻击上升，好快，有机会，有机会哦！大家赶快祝福我，我好怕死，一定要打死他。
顺便看一下剧情好了。这是第二次跟他相会吗？越界了，公司的规章里面一条没有一条允许你这样追获我的变异桶是什么意思啊？越界，你知道自己在威胁谁吗？你是个臭东西！来，大招！有没有看到这招超强的？啊哈，被打到一次，放大招，去死！啊，不耐！看清楚，看清楚哦，超怕的，去死！哟西，好可爱哦！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你养了一个变异桶。这个问题我们下次在股东大会上面再讨论，等着吧。好可爱哦！你会变什么？你会穿西装吗？没有就消失了，默默消失了。哦，造成15点额外伤害，流血的蓄力时间，这个好吗？5点的额外伤害，但是它的基本攻击很高哎，欸，可以重骰耶，我们重骰一次好不好？控制室的价格立即减少，这个之后可能会用到，看这个吧，打折的。游戏来到新楼层了，好兴奋。该不会啊，今天就一次过关了吧？最怕就这种情况发生了。人质很累的，里面没东西。你已经获得一个金色的灵魂，哎，对耶，有哎。金色的灵魂能够给你纯粹的治愈啊！金色的灵魂能够补黑色的那一块，蓝色的只能补灰色的。下一个 boss 是谁呢？好期待哦！只是第二只 boss 他没有变成穿西装的样子，觉得有点可惜。哦，有点神秘的地图。哇哩嘞！哎呦啊，不来啊，不来！点血好厚，好痛！哎，好痛！点血我会死。哎，好多敌人，要求。放个大招好了，欸，等一下，第三章开始这么难，会不会有点虐啊？先回个血好了，很虐。而且有些很神秘的敌人，啊，国外，他好像胶囊一样。等一下哦，我要先去左边看一下，左边应该可以有拿武器的地方，感觉啦。从地图的配置来看，哎，好像没有，好像同一条，哎，哎，相通的路吗？啊，不能！哎，靠背嘞，好痛哦，会自爆型的，医生也不大想打。我们来挑选一下敌人打好了。那每次都打我死的啊啊！是被我炸的，要死了，补个血。该死！我现在还分啊，这只啦，这只会爆炸的，小心哦。游戏，人质，看一下，晕眩的敌人造成危机，200%的伤害也好高哦。拿这个吧。话说啊，斗篷看到现在，我自己也不是说很清楚那个效果是什么。
哦，诅咒重置部这个不用去吧，去控制室好了。控制室的价格现在有减少，然后加上我一个假条。哎，假条我花掉了吗？啊，假条我花掉了，没关系啦，武器不用升也还好。但我记得有一些额外的效果可以使用。嗯，这边的升级，我现在最常使用的杀鸡来升一下好了。哎，要怎么升啊？攻击有上升，冷却的时间减少一，有西，然后85也没有办法了吗？这个是攻击能够上升，钱留下来吧。这边也升不了，要架条吗？又有一个新的小 boss， 打看看。第一古王登格，古王登格，这等一下这个翻译是。耶，你在这里耶。One, two, three, keep it through, carry on both. Try to keep in mind or morning training. 到底要怎样？哇，阿布奈！医生，医生，你不要闹了，医生很强。那只很可爱，但有点怕。啊，补血的，赞哦！哟西上线，这一次走的真的很不错哎。那我上不去机车啊，有来有来，这样上去，吓到我了，一瞬间忘记自己可以往上打呢。有升级好像有差，来了来了，好可怕！哎呦，是巨大超肥的蚊子。阿布奈，攻击本身还算蛮善良的吗？一代，吸血吸好痛哦。啊，糟糕！哎，他死了。哎，你不没血了吗？啊嘞，我还以为有 bug 嘞。哇，左边真的好多哦。左边，我看一下，合约方一不用，镰刀的危机，镰刀的危机好了。像我就两层的危机了，架条往架条走吧。啊 ，My God， 这里是爆炸的，够了。呀，好吃力哦！你先他，好多敌人。控制苦用不到，阿布奈，敌人很可爱的，但好可怕。胶囊的是很好打，下面都会再升，先打。
啊，不对，啊不对，不对，啊不对，啊不对，啊不对。よし。同志。欸，真的可以到第三关啊 ！H 这什么柯？那怎么了？柯兰壳吗？对不起，我完全念不出来，简体字看不大懂。我来猜一下好了，第三关哦，这种地方我觉得可能是植物哦。嗯，是螃蟹？还在玩游戏？我要烦死了！首先是这个垃圾玩意儿一直故障，现在又来了一个不知所谓的老板，他他妈好了。我本来是想要解决疫情的问题，疫情为什么是疫情呢？但看起来应该先解决未经授权使用公司设备的问题。原来是我吗？大招！螃蟹不难打哎，笨笨的，只往前走而已。还会找小怪，但看起来真的还好。哎、欸，你好废哦，那个废渣，突然摇摆了。哎、欸，好烂哦！提醒一下公司的规章：尊重设备，尊重同事，跟 CEO 说话要有礼貌，礼貌不用花钱。怕怕，直接爆炸、欸！耶、yeah, ，进度大超前哦。嗯，镰刀的伤害拿这个好了，加15%，超高的。诶，无法更改装备武器，这其实还好诶。商店的价格不要，这个好了。不用更改也还好啊。第四楼。诶，我说过就过。一次一直往上爬，这里好像有一个新人物哎、欸，是旧的还是新的、啊？我有个绝妙的主意，请不要告诉任何人，这个跟 Death Incorporation 的业余什么戏剧对吗？戏剧协会有关，可以扮演里面的螃蟹，那个螃蟹那么大只。话说啊，最近在玩《艾尔登法环》，就觉得螃蟹好可怕。这个好像是一开始的地图有的人吧？啊 ，no no no，I've missed the elevator again，sorry boss。不重要。这张地图看起来也很可怕、啊，好像已经到异空间来了。等一下，我先看一下点的。哦，哦，两次的攻击，金甲箱，而且，哎，他叫茂茂是不是啊？有红色版本的一开始那个员工。但其实都不大好打，所以到底有没有打的必要性呢？他干嘛？他干嘛？你在帮他们上 buff 吗？哎、欸，靠背嘞！他打的范围好高。哎、欸，靠，好强！你的范围太大了吧，机车、欸？哎，扯包！哎、欸、西。糟糕！啊，不能！等一下，我不想打哎、欸，怎么办？先不要打好不好？金下箱不要打，其他都还好。然后回血也没用啦，蓝色的不能回。哦 ，Oh my god！ 可以，可以回了，可以回了，一次回满。原来还有这种效果，就稍微帮你治愈一下，从原本黑色的状态变灰色的状态，铁条的部分。糟糕，这里好难，而且马上就有 BOSS 哎，康迪斯，打吧，总是要看看的。康迪斯看能不能一次就把他打死吧，炎龙落雷打。
汤底是ice cream 呢、啊？哎呀 ，Kimo， 好饿，有点好饿。可怕，好像很疯癫的女人一样。可恶，路雷啊！路雷没打到，好可惜。一袋，不随机耶。奇呢？好可怕，好可怕！拜托啊，雷能打到几下打几下，不然真的不好打。但熟悉之后其实也还好哦，行动还蛮单调的。窃取生命，攻击时的附加效果按照伤害一定的比例恢复生命值，这个好强。而且我第一次把左边升到最满了，是不是？等一下的，哎，我说我不想打这只，我想要上去，但我上不去，为什么？好像被卡住了，又是左边不是满了吗？还有哦 ，permanently add one bonus damage upon the consuming an animal。嗯，狂暴的伤害加25%，伤害再增加。好像没有什么好的，右边好了，我们来重置一下。我都有那个，不大想要诅咒。狂暴哦，这个吧，看一下诅咒是什么。土土造成种植，土土是什么东西啊？这应该比较少见到吧，土土。重植应该是也不用，生命魔力布吧，看能不能多拿些球。哎，我的血我怎么会慢慢减少啊？哎，我的血怎么在减少？哎，刚怎么了？好可怕！我想说，我是不是死了、啊？剧毒不用。等一下，等一下，我在干嘛？我在干嘛？我卡住了，好可怕！我修两个医生，医生一个就够了。医生也很烦呢、欸。糟糕，我要死了。突然没有打得很仔细，果然还是不能冲太快哈。呀拜！好，打完什么都没有。
等一下，有，差点错过了。又是上 buff 的，上 buff 应该是给敌人防御力的加成吧，我猜。而且这边的敌人很弱，不要突然出现一些奇怪的，这里应该是打很顺才对。有加石，魔也蛮多的。哦。哦，怎么办？去商店好了，控制室也没有东西可以买，商店看看能不能补充到黄金色的。有也好，没有也好，看一下。所以他生命值加35耶，哎，好强哦！先买这个，这个恢复是实质的恢复吗？赞啊！属下办公室，哎，属下办公室，该不会这个是一页阶段的最后一张地图吧？不要哦，太快喽！但这边看起来有点微妙哎，上瘾的正步是谁啊？你看起来有点像 BOSS 哎，也要期末，哎，开心开心时间，你那些前同事们可没有让我开心啊，所以如果你能简单，肯定会很简单，好可怕、啊。先放大招，这个不能打，要跟他一起跳舞就对了吗？Oh my god！ 原来是这种类型的。这其实也还好哎。因为我上空攻击啊，因为我没有什么在怕的。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大招这里来啊！没有放到大招，谢谢。一代，等一下，对，大招，电爆你！啊，他也会攻击，被骗了。所以是要等他下来比较安心耶，他下来的这段时间绝对不会打人，但我可以这样打你。这里直接上去也有点危险，慢慢跳好了。当我小丑是不是？我你老板呢？好不耐，收手，好可怕！靠背嘞，靠背嘞，这个手这手要怎么防？完全不能往前走啊！靠卑鄙下流的。靠嘞！但是好难，而且他每发都实质的伤害，好痛！呀，死呢！靠背，这个、啊，到上面吗？但我死了，啊、太难了那一招。去死！哟西！警卫修正，帮助！我据说，如果你能不再超额死亡，那对公司会非常的有利。你无法什么东西，这是强制指示啊！看起来像一个系统。
没有想到我在这边也赢了，但好难，已经觉得有点太难了。重置冲去的冷却时间，这个好了。诅咒也没办法了。控制是下一次15%还好。你好像又回到过去了。还有下一个楼层吗？还有欸，这游戏结束不了啦。他不想跟任何人说话，而且他好像坏掉了一样，一直发出一些无意义的声音。昨天我碰到他从洗手间出来，他居然正常的说话。他说别担心，我们很快会再一次成为一家人。好恶心哦。今晚可以跟我睡吗？你滚。还是没东西。这个游戏要打一圈很不容易耶，已经第五楼了吧？这边的敌人是啊，好痛！是地雷。现在什么敌人？要打吗？不要打好了，看起来很危险，太危险的不要碰。天启弓啊，对哈，我不能换武器。十点的生命值，不无小补，但我快死了，不能补血的状态呢，现在。他压败敌人要求多，不要再上 buff 了啦，讨厌！哎呦呦呦，地雷！补血的，我要补血的，不是这个补血的，我要黄色的。怎么办？我觉得我撑不下去了。不会吧，这个只有两楼层而已。普利斯坎少校。会死会死会死。那是狗吗？是好像是狗欸。不是啊，是人啊。停火吧少校，死的人太多了，我们已经无法处理了，虽射击不留活口，真的麻烦。我死了。我怎么死的？我知道是被什么射到，我可能回去看一下影片欸，自己都不了解那个状况，下次如果还有机会来的话根本就撑不下去啊。而且拿好多265，哇，而且啊打到现在应该花了50多分钟了。天哪，这一场到底该怎么玩呢？怎么办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可以升级什么好了。13，这个买掉。然后我记得有些是破关之后才会有的嘛，这些都还不行用。穿心线50的，便宜的都先买好了。然后18的暴食，打查理，临时火箭，黑暗魔爪，爆炸8块钱而已，好便宜。然后接下来都比较贵了，这也很便宜，回旋镖，100的黑暗利爪也买吧。我来看一下，单次攻击造成500点伤害，这怎么可能啊？单次攻击500点，然后血腥的用咒语击杀250的敌人，用火焰剑，火焰剑哦。下次如果有拿到的话，再试试看好了啊。好不容易打到那么后面的，好可惜哦。
那你看，武器相对来说也开了蛮多的，大概还剩一半吗？比想象中还要快，因为这种东西啊，有时候也是运气的。好的，那今天的影片在这边告个段落，我们下次再见，拜拜。